我的袜子有奶球，定做的，真的假的？可以看一下吗？你定做的？不是，但是有奶球。谢谢。奶，那是猫还是奶球？奶球。奶球，你的猫叫奶球？不是，我是一只狗叫奶球。狗啦，不是狗，不是猫，是狗。狗啦。不是，因为我腿有脚嘛，我不想被拍。耶、yeah ！那一天。那一天，Grace， 那一天我们的直播就出现了一个，就是葛瑞斯不胖。我还想葛瑞斯是谁？豆豆，哎呦，葛瑞斯，为什么一直想秀你？我想好久，葛瑞斯是谁？你好，我叫葛瑞斯，我没有打中文名字，打那个英文名字。我是说的是谁？哎，现在很多乡亲都叫 Grace。我只是说你脂肪比我多啊，我又没说你胖，我可能是说我太瘦不行吗？对你太瘦，尊重对嘛哈，是不是？不是你胖，是我太瘦。对，让你，毕竟我刚试试。那个衣服哥，你今天穿这种毛衣，蛮有都市型男的感觉。他一向是型男，好不好？他真的。哪有？他上次穿的羽绒衣，不知道是发生什么事。哎，那我们这个穿西装的也是型男。年纪大了，对啊，快六十岁了。哎，粉红色领带，你不夸？多可爱！对啊，粉红色领带。而且你看他的这个头发剃得干干净净。方文今天也是一个型男呐、啊。对啊，很认真，很认真。夸一下。那天我看思刚去正在赖清德的那个老家嘛，我在算四个思刚，四个半、啊，刚好可以把那个正面挡住。现场也有思刚啊。有啊，就是我在算嘛，大概四个半嘛，好算五个好了，五个思刚并排，我们喉洞很多像他那样的，是一个面。很多。哎，好吧啦，好吧啦，好吧啦，最好吃多，好吧啦，哎。结婚了，结婚了！哎呦，你看伊啦！没事，我讲啊，讲啊说哈。我留20秒给你。你写，是有。